哇，没有想到今天竟然下雨了。说今天是2019年12月26日，今天选在圣诞节之后吃一餐不错的东西犒赏自己，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，我们来找一下好了。好像，哦，这个感觉看起来不错哎。现在的话是晚餐时段，那用餐时间是100分钟。那一次最多可以点几盘肉？对，我们是吃到饱了。可以无限点吗？对的。好，那我吃基本的好了。那帮我选一下汤底，一边的话我们已经过第四关，那下面可以选一种汤底。哦，寿喜汤。那我们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基本盘的话，我们会先上帮你各一盘，不需要再多上了。基本盘都先各一盘，然后五花猪肉可以给我五盘吗？好啊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没有想到他们送餐速度这么快，我才刚坐下来，还没有准备好，他们就送来了。然后我今天跟他们点的汤头是昆布的汤头，还有寿喜烧的汤头，只是不知道好不好吃。然后刚刚我去拿了一点青菜来加，我们来加一点金针菇，还有一点点洋葱好了。我现在喝看它的昆布汤。没有什么味道了，不然我们再喝喝看它寿喜锅好了。哇，它寿喜锅味道好淡哦，完蛋了，不知道今天到底好不好吃。哦，那我们来吃吃看他们的肉如何吧。脆脆，然后我们在中间加鸡肉，区隔这两种猪肉。我先帮您休息一下。哦，谢谢。感觉鸡肉会煮比较久了，那我们就先吃猪肉吧。因为我今天是选择419元的吃法。就是它会有两种猪肉，还有一种鸡肉让我点而已。但是我觉得第一次吃，先吃这样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来吃吃看如何吧。嗯，真的就是很普通的猪肉，吃起来就是味道很滑嫩。那我们来吃吃看猪五花如何吧。猪五花看起来就比较多肥油，可是越油我越爱。嗯，我觉得这我喜欢耶，猪五花，这油油比较好吃啊。吃猪肉就是要吃它有油的地方，这样才香啊。你再把刚刚点的五份猪五花下下去吗？再来脆脆。是说我有点看不懂他桌上附的这个东西是什么。我刚刚去拿了起司酱还有胡麻酱啊，感觉这个跟火锅应该还蛮搭的吧，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吃吧。哦，那我们来吃吃看他起司蘸酱好吃吗？
哦，真的很咸呢，它奇异蘸酱很咸呢，非常咸呢。我觉得可以拿肉沾看看呢。哦，那我们吃吃看它起司蘸酱如何吧。哦，好香哦！它是起司蘸酱沾到肉之后就不会到那么咸，然后咬下去的时候，它有起司的味道在你嘴巴里炸开来，感觉不错哎。哦，那来试试看胡麻酱沾肉好吃吗？哦，好闷哦，哦，谢谢。哇，我点了十盘肉到了。嗯，等等等等，我们刚刚好像有加了鸡肉下去煮，到现在还没有吃哎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鸡肉如何吧。哦，我们就来吃吃看它的原味吧。就是很一般的鸡肉啊。哦，水蕊，哦，好过瘾哦！一整排肉山，给你自己煮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请再给我十盘猪五花。哎，谢谢。哇，好爽哦！哦，那我们就把刚刚的肉吃下去吧。嗯，哦，那我们肉也煮的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来吃肉吧。一大坨肉哎，好舒服。它的猪肉肥油好滑好嫩哦，舒服啊。十盘肉轻松完食耶，那我们来加更多的肉下去吧。我感觉我的寿喜锅不是寿喜锅，而是一整锅的油哎。我们来捞掉一些油好了。需要加糖去肉吗？哎，请帮我加肉，我要十盘梅花肉。十盘吗？嗯。哦。只是他们送肉速度还蛮快的，我觉得这是可以给予肯定的一点的。那我们就来吃刚刚煮好的五花肉吧。哇，好享受哦！一直吃肉，一直吃肉，一直吃肉。啊！哇，好幸福哦！OK 啦，我们现在要吃完十份五花猪了，那我们再煮十份梅花猪下去吧。看着一堆肉，感觉真疗愈啊。洗一下头肉。
谢谢。需要再加点吗？请给我八盘五花猪，然后四盘梅花猪，谢谢。哇，感觉煮的差不多了呢。哦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梅花猪吧，因为刚一直在吃五花肉啊，所以我们就先吃比较没有那么油的肉。好，那我们在吃肉之前，我们先把刚刚点的十二盘肉再下下去吧。哦，包含前面基本盘，我们现在已经点了五十份了，我们就看看今天能吃几盘吧。水蕊。我觉得一次煮十二份肉太勉强了啦，我现在整个都翻不动了，整个塞满满的。看来我们还是加一些肉到旁边的昆布锅好了，不然它这寿喜锅完全都已经不寿喜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吃肉吧。哎，我觉得把猪五花跟猪梅花煮在一起的口感比较好哎。就是一个比较干，然后一个比较油，两个综合在一起吃，反而口感变得不错哎，堪称黄金比例耶。不对，我都忘记我们刚有一条绿色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。我们把它煮下去看看好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我们就煮看看是什么味道吧。我们吃吃看刚煮下去的鱼板吗？哦，那我们就吃吃看，好吃吗？嗯，有点五味杂陈呢。没关系啊，我们继续吃肉好了，有点猛汤。说真的，大胃王他最厉害的不是说他可以吃下很多很多的东西，而是说大胃王他可以一次吃一模一样的味道非常非常的多，这才是最厉害的地方啊。可是我不是大胃王，我只是一般人而已，所以呢我刚刚去拿了他们这边的招牌抹茶冰淇淋。我们吃个冰淇淋解腻一下啦，不然一直吃肉，那个感觉好恐怖啊！哦，它这个冰淇淋的味道跟超商的一模一样，哎，还不错哎。哦，我们就剩下这半碗的肉，吃蕊啊。哦，终于把肉吃完了，好恐怖的感觉哦！一次吃这么多肉，吃一堆肉感觉好恐怖哦，那个味道，除了肉味还是肉味，因为你油腻的味道已经麻痹了。母汤，那我们就把剩下的冰淇淋也吃完吧。那我们再去拿点不同的东西来吃吧。我刚吃完一大堆肉，我也想吃的就是冰淇淋啦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冰淇淋机恢复玉米碎片，感觉很特别。嗯，你们还记得吗？
我上次去吃千叶火锅的时候，我不是在最后吃了几支冰棒啊？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前面吃了很多海鲜跟肉，所以整个味觉会变得非常复杂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想要吃点冰的东西，去让你的味觉恢复。哇，我们终于吃完了，然后现在外面飘着毛毛细雨。没有想到能在今天发现一间我觉得还不错的火锅店。虽然说这间火锅店加完服务费一个人要460元，但是他们今天给肉的态度是非常的大方的，就是你只要有自信吃得完，你跟他一次要10盘、20盘、50盘他都给你。我个人的体验觉得算是还不错啦，而且今天能在汐止这个大都市用460元就可以吃到一顿非常饱足的料理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哦，好冷哦。哦，好了，现在已经年尾了。其实台湾年尾的时候晚上还蛮冷的啦，尤其现在天气还是在下雨啊。不过也快了啦，我们这几天就要迎接2020年了，我们2020要一起继续走下去哦。还有各位，最重要的是，拜托各位出来投票，拜托，不管你是支持谁，拜托都出来投票，珍惜你手中拥有的民主机会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喽，预祝各位新年快乐，拜拜喽。Thank you.